我这演员的嘴都是借来的吧？叫你破肚子，我破肚子。好家伙，德云班主带头嘴瓢，开箱大吉，给各位提前拜年啦！一样。二哥给自己改名可还行？谢谢大家给刘小明刘小婷。栾队的商演警告，特别的厉害，是那是栾云鹏，什么鬼？又是忘记自己名字的一天。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秦孝先，张磊，怎么着？我也不知道你叫你自己还是叫谁。在若干年之后，我不是现在的王者，我不是现在的王者。这关系可真够乱的。你说两个，咱四个，这我们拜一把兄弟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大哥、二弟、三哥呢？不愧是搭档，一样的嘴快，也得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是怕摄像大机。昨天，比今天要更努力，今天比昨天要更努力。哇，你哪天哥？老秦表示，都怪我这个破嘴啊！需要一个道具，一把雨伞。我这个搭档出了点小鱼了，他们要打卡车了。我是个坏人啊！有毛铁吗？有毛病吗？嘴在前面飞，脑子后面追。我师傅的疼孩子，我师傅。咱俩是搭档，你老帮着观众，观众你一块，你这是。不错。一的给各位。烂利索的嘴也会瓢。来个自我介绍，介绍。你不用介绍了，我们都闻见了。活动现如今为数不多的下面风水算尬。连自己都骂，是个狠人啊！我的搭档是个傻子。真的？你搭档才傻子呢，朋友们。那确实没毛病啊，真不是应该一个姑爷干的活，一个什么姑爷，一个过儿干的，不是姑爷。有毛病。你俩怕不是想封箱？两个人说笑，我就太可乐了。哦，就是当时看过这个郭德纲于谦先生表演的。郭德纲于谦先生。完了，德云机密被暴露了。所以说我们斥巨资把我儿子请回来了。没有，一顿饭啊，斥巨饭把他儿子，把谁儿子？这下不是自己人的也知道了。张先生是我的父亲，于谦先生呢是我的生父师父。别胡说啊，自己人知道就完了。对，自己人知道就完了。